晚我就知道是妖艳的性感巨星孝萱小姐。谢谢。你这辈子到底有没有当过性感巨星啊？其实每个人都觉得我性感，但是我从来没有。什么每个人都觉得性感？没有吧？有啊，就是大家都以为我应该是一个很性感的人，可是我后来整理一下，我唯一的性感的时候就是拍照的时候。你很会摆冷艳的眼神吗？嗯 ，OK 啦。真的吗？给我一个。又来了。给一个，你先对着我，让它转过去啊，我看你能够多冷艳。来，一二三，哇，好拽哦！谁欠你会钱吗？不是，平常绝对不会有这种。OK， 所以你在家里不摆这种表情。绝不。我们今天邀请了几个好有趣的女生来，让她们做的事情是很多时候男生恐怕都做不了的。那靠我这边的第一位呢，我要欢迎的是吴美萱。Hello， 美萱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吴美萱。吴美萱，你的正式头衔是什么？就是普通的队员而已，就是一个消防队员。所以你就是有火灾的时候，你要从杆子上面滑下来那种吗？杆子已经都被撤除了，因为太多人受伤了。对，男生可是有重要的地方，还没到火场已经受伤，就大家就掉下来，这样就倒在地上。对啊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电影里面都要这样子演？那是为了什么？因为其实这样比较快，走楼梯还是比较慢，还是有差别。大家不能在一楼吗 ？Stand by。因为我们的那个寝室大部分都是三楼嘛，然后因为消防车比较高，所以一二楼通常都是加高的， oh. 所以那个楼梯都还蛮长的。Oh. 所以台湾的消防。现在到底消防局里面是有那个杆子的吗？还是有地方有杆子，但是它的那个洞都已经用水泥填满，就只剩一根杆子，钢管吗？当装饰品这样子，对。天啊！如果没有发生火灾的时候，你们在干嘛？我们有安排训练时间，然后也有就是晚上的话就是休息，因为其实消防需要体力还蛮多的。应该是打打牌什么之类的吧，好像不能打牌，好像不能，但是还是有吧。你不要逼人家讲这个事情啊，回去被上级处罚怎么办？所以你们有队长？对，我们有很对，我是最基层，然后上面还有很多很多。那你们全队都是女消防员吗？我们全队只有我一个消防女的。对，应该没有长官是女生，对不对？还是有女生是长官，但是大部分女生都到内勤去做比较文书。他们并不是从消防员身上。对对对。Okay. 好，在吴美萱旁边的呢，我们要欢迎的是拳击手，我们欢迎谢婉君。你好，再见。婉君有看那个？婉君表妹。登峰造极。登峰造极。好烂。你有看那个女拳击手的电影吗？就是一定有的吧？有印象。有哈，你知道他后来被打到昏迷耶？不止昏迷，对，挂掉。就是女拳击手在台湾多吗？很少。你认识的有几个？有几个，像北体的周秀珍。你是几岁开始打拳击的？我从国中三年级下学期开始。拳击就是单纯的拳击吗？还是你也需要练别的，像跆拳这些东西，还有指练拳击？纯粹就是拳击这样。OK，那你国中开始练拳击的意思是，你就不需要上一般的课了吗？只需要把拳击打好就好了？还是要上课啊？还是要上课。然后后来可以直升某一些学校吗？因为拳击比赛的成绩？可以保送，保送到体院之类的。体院。谢婉君拳击的事情，等一下可以见识一下哈。那他旁边这位李苑如医师，Hello，李医生你好。你好。女生的医生其实不算太特别，可是呢，你的科别比较特别，对不对？我在泌尿科服务。你是泌尿科医师，泌尿科真的女医生比较少吗？我大概是第三个、第四个，因为我在跟我同年同期考试，还有另外一个女生。这么少？对，但是我之后的学妹就已经很多了，就我知道就已经非常多了。为何你之后就变很多？事实上泌尿科并没有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子，就是专门只看特定的性别。可是一定会不一直不断的看到吧？其实没有，你想想看，泌尿科是从整个泌尿道系统都是属于我们的范围嘛，那女生也有泌尿道系统啊，从肾脏输尿管到膀胱，所以其实我们应该有一半的病人是女生。对，但是你还是看得到另一半的男生。对，那但是相同的在其他科也是一样的问题啊。对不对？你觉得你要在一个男的泌尿科医生前面脱裤子，你会很紧张吗？不管是男的女的都会紧张吗？跟他的性别无关。
对，因为那是毕竟是你最隐私的地方嘛。对，就像我们去妇产科，其实每次都很煎熬。你的妇产科医师是一个男的还是女的？是男生。真的？嗯、你没有特别找女的妇产科医师？我很挣扎，是到后来，因为我觉得，因为生产还是一件比较严重的事情， okay, 所以我们还是找了一个就专业优先口碑这样、嗯，对对。是年长者吗？还 OK 了，中年吧。OK，、嗯、帅吗？谁会去管妇产科医师帅不帅啊？主要是看他专不专业，好不好？如果很帅，你会不会就很害羞？不管是什么人都很害羞，我觉得就算因为以前有去做过检查、嗯，但是就刻意找女医师，即使是女医师还是觉得很害羞啊。所以泌尿科男医师以前是看女病人的吗？是啊，是啊。那一直到你们这几位出现以后，你们才看女病人，你们也看男病人？我们都看，对。OK， 所以他们挂号的时候无从知道他们挂到一个男医师或女医师的号码？知道吧，应该会知道。你们会有一个门诊的那个时间表嘛、嗯？对，那上面都会有名字啊。OK，、嗯、就那个女生做泌尿科医师有没有什么挣扎？等一下我们会问一下这位医生。好，欢迎你们几位来。那孝萱这边的第一位是张明杰，Hello，明杰你好。是小汽车收藏家吗？是什么？是仿古车的改装。改装车，改装的好可爱。这边有那边他改装车的照片。对，等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。可是不可能是你亲手改装吧？当然是啊。是你亲手改装吗？而且。你知道他以前的行业是什么吗？是什么？你猜猜看，看他长得很漂亮啊，计程车司机，感觉上好像应该那一类的，对不对？就他是个空姐，以前是空姐啊、哦，之前对，所以遭受到什么挫折吗？想要改装飞机被人家开除，因为觉得一直做空服员这一行可能没有什么前途，一辈子可能就是这样子。真的吗？对。做改装车比较有前途，当然呢、啊，是实现自己的梦想。你看他现在这样打扮，根本没办法想象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啊，你可不可以过来一下？好。哇塞，而且这样子黑手个鬼啊你！你穿这样子在改装车？我看，我看，我检查。指甲怎么样？其实现在已经变很粗了，然后今天有做过特殊。可是它跟一般美女不一样，是它的指甲没有去处理，对不对？没有打光、啊、没有像指甲油，没有，然后也不能擦指甲油等等。说实话是有一点点黑了，对，一点点，因为昨天刚改完。对啊，是还是很厉害，手还是蛮细的啊，比以前粗很多了。你这样还叫粗很多吗？因为昨天改到今天早上，然后就立刻过来录影。可是黑手留这个发型。是 OK 的，适合吗？就盘起来，平常绑起来喽。OK， 嗯，那请问，你改装车的时候是表示说，如果你自己开的车子抛锚了，你也就立刻把引擎盖掀起来就可以搞定啊？如果是小问题的话，因为可能车上没有这么足够的工具可以做维修的动作。OK， 那你也会换轮胎吗？也会。你的手扛得动吗？现在变壮了。以前不是这样的，等下会让你跟女拳击手打。对，一定输。张明杰，谢谢，谢谢。张明杰柔弱的外表，现场好像没人相信他真的是黑手呢。为了证实他所言不假，我们就带大家来看看他工作的情形吧。改车在大家心目中总会认为是提升速度、马力，让车跑得更快、更猛。但是在张明杰的巧手之下，他赋予了改车的另外一种面貌。台破旧的货车经过了张明杰的巧思设计之后，摇身一变成了一台时尚的复古车啦！你看了是不是也很心动呢？谢谢。好，张明杰旁边的我们欢迎的是沈佳颖。好，佳颖你好。这一看就知道是赛车手。嗯。佳颖那个扣子还开得蛮低的。我这是一定要的。佳颖来一下。
你真是赛车手吗？是啊。还是在赛车场工作的女生？我是赛车手。自己开赛车？自己开赛车。OK。从国内的房车开始，然后到国外跑吉普车的越野拉力赛。拉力赛啊？对。所以教练有规定你拉链要拉那么低吗？哦，没有，因为怕这样的脸看得太胖。我想是制作单位要求的。你以前有在电视圈工作过吗？有，曾经有一个节目还红极一时的，叫《黄金传奇》，那在里头担任蓝队的金仙子，就是出来解谜的，天灵灵地灵灵，黄金吉吉如丽令，有请金仙子，然后就会跳出来解谜。这就是你的金仙子时期。对。嗯，我们想的有点不一样的感觉。OK。那时候可能还有婴儿肥吧。所以那时候是曾国成主持吗？对，曾国成、王丽玲。他对你好吗？很好啊。OK。对。你在那个节目待了多久？待了6年多，快7年。很久哎。对，小学都毕业了。你从小学一年级做6年的意思啊。OK。然后就不做了。因为节目也差不多告一段落了，对，那就也离开这个节目了，也不在电视圈了。其实还是有接一些录影跟活动啊，晚会这样子，对，但是因为我太爱赛车，那通常像我们跑国外比赛的话，一趟可能要跑个10天半个月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一般的工作比较没有办法说允许你请这么多天假。那所以我就觉得好，那我还是继续可能接活动啦，接主持啦，那但是比较好调配我的时间。OK。对，这个服装的特点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？哦，可以啊，它这个是，其实我不是故意要这样的，它是防火材质。啊哈。对，那最主要连身的原因是不要在你有动作的时候可能会露出你的肉，然后可能会刮伤或是一些受伤的情形。那为什么做高领？是因为像我们在比赛的时候，它的安全带是4点式或6点式，那会把你固定的很紧。那我曾经在比赛过程当中，因为我们跑越野赛并不是穿赛车服，是穿 T 恤或者是经理衫。那脖子这个地方就被安全带刮伤，然后因为赛程可能7-8天，那每天越刮越深，越刮越深，就留下一些伤痕。对啊，所以其实这都是有一些安全性的考量。那身上这些很多是赞助商的商标，是不是？所以越就是 A 越多钱的人就越多钱，并不是，是这样吗？并不是，并不是。那就是只要有赞助的话，当然就是要贴他们的 logo， 包括在车体上都要贴这些东西。对，我可以不看一下背后？可以啊，不过这是旧的。OK。对，我有这样的衣服2套哎。你有？张英雄喜欢玩这个游戏啊？你记得夏春姐主持过车子的节目？对对对，还曾经主持，完全不，那时候我连开车都不会。所以我就是硬背的，我主持过一个车子节目，不过我那个赛车服是因为我去参加过赛车，就是成龙杯的赛车。结果呢？然后我第一次参加的时候，那时候才刚拿到驾照1个礼拜，我就硬去。好猛哦！对，然后我以为我会最后一名，结果没有，我是倒数第二名。等到第二次我再去的时候，我就第5名。有进步。所以你为什么会有赛车的潜力？我不知道，其实以前从连开车都不会啊，而且一直超越别的车的感觉还蛮爽，很棒。真的，你现在还喜欢这样吗？现在我不知道啦，但是我如果到了那个赛车车子里头，然后就听到大家就，血液都沸腾，对对对，你就不知道怎么搞的，就突然就是觉得很想冲到前面去这样。你会想要把你的赛车请张明杰改成那种凯蒂猫的车？我会想要把我自己的车改成这样子，对啊，很可爱。因为在路上其实改装车是不可以上路的。那所以如果说像这么可爱的车的话，我不需要在路上狂飙，我只要慢慢的享受，然后让别人欣赏我的车。改装车不可以上路，所以你的车只能放在停在停车位吗？所以我们现在是做成仿古车的造型。对，小学女赛车手的制服是男生幻想制服中的一种吗？好像没有，不是，是 showgirl 才是。对，因为毕竟还是包太多。这样子也很好玩啊。其实休息的时候会比较好玩，因为这个很热，所以休息的时候一般我们会脱一半，脱到然后就在腰上，那上半身就打赤膊。可以跟男生的观众讲哦，就是这边有很多魔鬼毡的地方，可以这样。可是你知道，就是到这边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脱的。对，拉链不就一直拉下来了吗？拉到这里，可是上洗手间其实比较麻烦。对，男生没有在想那个事情。其实这个对于男生来说，这是男生的设计，因为它有一个拉链是可以往上拉，所以男生很方便，女生就要整个都脱下来。所以你们去上厕所脱全对，
那有规定你们里面穿什么吗？没有，但是我们通常里面可能会穿个小背心、小可爱。那一方面也可以吸汗，的对，嗯 ，OK， 嗯，所以不能露乳沟，这个没有管制啊。如果你有乳沟，你也可以露；没有的话，那就在你自己的赛车里头拖到这样，没有人管得着。对，假装在走心。你也可以脱下来，只有胸贴也无所谓。喜欢制服的今天可以来测验一下哈，那个消防员可不可以来一下？这件是你的哦，这一件是我特地去拿新的。对，因为我们的都比较脏，都是灰尘、哦，对，都火场的烟灰，所以是拿新的过来。好，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你的服装？哦，第一件是它没有防火，但是它可以防一些玻璃碎片，所以我们这个是在救助的时候在使用的。OK，对，那里面要穿什么吗？哦，没有，就是普通的吸汗的，我们也是得，也可以只贴胸贴吗？也可以。问题是他跟一堆男生住在一起耶，那才需要这样啊。福利太好吧。然后比较特别的是这个腰带，这个腰带是我们所谓的下降带，那它可以承重蛮大的200多公斤的重量这样子。对，那意思是说你们有时候要从楼上哦，对，就是那种拍绳子这样子，对。然后鞋子呢？哦，鞋子它这个比较重，是因为它下面有钢板，因为就是它可以预防说我们钢板，对。哎，那你脱下来可以飞檐走壁了吗？就是其实跟这个，就是它轻功已经练成了，对不对？其实跟这个设计差不多，就是。哪一个设计？跟这个消防鞋的设计差不多，就是我们下面都会有钢板，防止说我们会踩到铁钉啊，或者是普通的碎片。这是你的吗？这个我们都是拿新的，对。会不会就是报那个火灾的地址，结果你们找不到那个地址？有啊，常还蛮长的，一个月大概有一两件吧。那怎么办？就谎报啊，就还是会有这种人。哦，我是说迷路找不到那个地址有吗？然后23栋，然后还好，因为我们都会一直就是联系，一直联系，对的。对啊，那消防车的喇叭声很大声，很大声，还蛮大声，就跟那个货车一般货车的那个喇叭声。所以你可以开救护车，对。那你可以开消防车吗？消防车现在在学，对。什么时候可以学好？五月初，然后就可以开始开了吗？对。可是应该我们分队的男生应该会说，还是我开好了。可是一定要开四个啊。所以就是他开消防车啊，开赛车啊，他开 Hello Kitty 车就去，大家一起去飙车。阳刚的消防队员竟然戴着如此可爱的消防安全帽，这边有两层，哎，这个好酷哦，这不错，哎，这可以买一个给我，你看得到吗？看得到，这怎么可能？可是这是反光的耶，你要看吗？其实看得到，它就是哦，我知道，从外面上一层漆，对，它是外面。那你这样受访问就好，好可爱哦。Check it out。消防车是不是很难？因为很长，是不是？因为对它的那个视线比较少，因为我们后面还有那个水箱，所以其实我们后照镜是没有的嘛。对，我们那后照镜直接省略，所以其实我们还是会希望说大家能够让我们一点。对，看到那么大一台，一定会让。而且我们还有规定，就是我们法规会有规定说我们要5分钟到现场。没到会怎样？是比较不会怎么样，但是其实是。就是我们还是会希望能够早点到，因为火灾的那个燃烧次数是时间的平方，所以其实那个火灾扩散的速度是很快，所以我们会希望早点到，所以就希望说，不要有人挡在我们前面，可是还是会有人故意挡在我们前面，或者是有人可能上班时间他们赶，他们就跟在我们后面，对，就是其实这样比较不好，因为我们紧急刹车他们会比较危险，因为小车嘛，那我们前面是大车，那我觉得他妈妈没有想说。你怎么不去好好做一个别的行业？做这个行业毕竟还是有点危险嘛。这个问题，这边可能还好，可这边可能都会被问吧。对，就是婉君有被妈妈问过，说可不可以不要打拳吗？有啊。他们希望你做什么？就去读护校之类的。差太远了啦！你不喜欢当护士？刚开始是。本来还没有接触这个，我是本来要跟姐姐他们去读护校啊，姐姐他们都是护校的，对，都护士。所以后来你一开始打拳就喜欢，我太好动了，我很喜欢运动，然后就走这条路。那去当什么游泳健将也不赖啊，为什么要打拳击？这个吗？他比较的意思就要赏你一拳。你别的运动也都是很强的吗？我自己就喜欢拳击，真的。对，你喜欢什么？就把人家打到七孔流血。没有啦，没有打到七孔流血。那你喜欢的是什么？最惨，就是
打到人的那种 KO 的感觉。所以喜欢打到对方，然后对方倒下的那种感觉，对啊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就会有那种我是最强的那种感觉。OK， 好，那李医生的家长有反对过你走泌尿科路线吗？从来没有，他们同意。嗯，尊重我的决定。家里是学医的世家吗？嗯，不是。所以他们不在乎女儿去看很多病人要露出器官来吗？嗯，应该不会吧。可是他当初，你当初选择这个项目也是其心可欲，就是对，因为有心机是不是？对啊，因为你觉得比较轻松嘛，所以你才选这一个科。应该说我当初其实有两个念头会进入这一科啦。第一个是我觉得我喜欢外科，但是我不想要这么累。那第二个是那时候泌尿科没有急诊吗？比较少，相对来说少很多。那我们在新闻里常常看到那种就是塞什么东西，很少吧？就是保特瓶跑到里面去，不归你们管吗？保特瓶跑到哪边？肛门什么的、啊。肛门是？你这做妈就什么都敢讲。那应该是直肠外科的，不是我们。那也不归你们管。我们是属于泌尿道啊。那前面才归你们管。也有人塞过什么筷子啊到。尿道里对，那就归我们管了。你什么都知道。新闻常那个就归我们管了。哦，那也不用急诊嘛，那总要急诊。但是不是，我意思是说，即便那个要急诊，那个次数也应该很少，不是那么常常发生的。可是你像一般外科，你像常常开阑尾炎啊，或以前常常会有病人有那个溃疡之类的，那个需要你常常开急诊到嘛？那个次数频次应该相对来说会比较多。我们今天有在配那个。东西吗？就是他要救他，然后他要救他。对啊，你配的蛮好的。婉君最惨有被打到多惨的程度啊？有流鼻血啊，或是眼角肿起来之类的。OK， 可是没有像什么鼻梁被打歪啊那一类。还好吧，女生的拳没有那么重，除非跟男生打的话。可是你们不用跟男生打，对不对？练习的话都是跟男生练习。啊，可是比赛就是女生跟女生对。啊 ，OK， 所以。张明杰空姐当了多久？大约七年的时间。七年，对。然后就忽然决定要，可是这门生意之前没有什么人做吧？之前从来没有人接触这样子的行业。那你怎么知道这可以当职业？因为其实独创的一个产品在台湾是非常受欢迎的，这算是一个个性化商品。OK， 那车子要先买断才能够把它改装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你们只改装一种车吗？目前是两种车型、uh-huh. 但是其他的车型我们也接受定做。所以你桌上放的那个小车子是你们专门拿来当改装对象的车、对，因为这一款是福斯大约1950年到1970几年代的老车、uh-huh. 那在台湾已经非常少见了、uh-huh. 所以我们现在用别的车型把它改成这样子。你第一次想到这件事的时候，你怎么知道可行？是因为在外国看到了类似的产品吗？对，在日本的街头看到了这一款，然后你就觉得有人会喜欢。因为我自己很喜欢，原来是没有想到开店这个过程，因为原来想开的店可能是餐厅啊、精品店等等的，那没有想到会，因为兴趣然后开了这间店。对，因为现在日本很流行这样的视觉系改装、uh-huh. 我们里面的主题还有它外观的颜色每一台都不一样。你觉得张明杰跟沈佳颖如果比腕力的话谁会赢？比腕力啊、应该是明杰我觉得啊，因为你是说黑手比赛车手的力气大吗？因为赛车手他用到的力应该不是腕力，可是像他常常需要搬一些重的东西啊，可能在改的过程中。好，来实验一下。好，张明杰现在脱下他的钻表，这边要变黑手恢复，因为我真的觉得他不像黑手，所以我搞不懂他怎么。你觉得他是来骗人的？试试看哦。来来来，两位请就位，准备好没？好。好，一二三，开始。相持不下哎，对啊，我以为赛车手很快会赢了。没有，我觉得应该是黑手加油，黑手加油，加油加油加油。好，我数到53，如果没有就放他们。对啊，要不然好。5 4 3 2 1，好，平手。怎么会这么势均力敌呢？好厉害哦！
为节目只有一个小时长，我怕会比三个小时长。要明天断掉。那边那个，你觉得消防队员？他应该会赢跟那个拳击手谁会赢啊？那一定是拳击手。真的吗？消防队员会赢拳击手吗？我觉得不一定耶，因为我们不太需要练。你们不太需要练，就是其实而且你不是需要扛很多重的东西吗？这其实拿酒就不会觉得它特别重哎。这个是我们最常用的破坏器材，叫做三叉敲法。看，这什么鬼啊？这什么？就是我们在用在破。白君来帮我们拿一下。他应该可以这样甩吧？可当指挥。他丢给你哦，你要接住。没有，有点危险。还好。真的耶，你真的力气很大哎。那你可以把它举起来吗？就举直再放。可以啊。真的吗？单手哎。对。真的可以吗？他一定可以的。妈呀！好，我插他。张明杰。节目要举直哦，好，一手来，一手，你也可以，可以 ，OK， 所以没有想象中那么重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看我撑不太久哎，对啊，因为它看起来好像细细的，事实上是很重的。对，这一头是干嘛的？嗯，其实它有各个不一样的用处。那我们通常就是用这一头去做破坏门的动作，就比如说用这边敲它的那个门缝。所以都这个部分你有在做吗？还是都是男生？这个部分都男生呢？对，对啊，因为他们都太强壮。所以你到底是在干嘛？就是在支援他们，在后面跟他们加油，真的吗？赶快冲火场，没有啦，就是这样你可。你也可以去啊，这样保护可能会增加女性消防队员的人数，因为大家都想去混吃等死。对，我就是希望大家赶快过来这样子。而且那边应该会有一些帅哥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同事就很帅啊。哦，消防队员真的是很多女生幻想的对象。嗯，尤其很多电影把他们拍得好帅。对对对。那请问，一般人可以买这个吗？嗯，可以买。其实像连这个装备都买得到，可是就是你要有钱，因为通常这一。让我去抢啊！当蔡康永碰上女泌尿科医师，如果你看到女医师，你会怎么样？对啊，你现在要去找李医师，帮你诊断。对对对，如果说你一定会开始觉得很扭捏，我可能会对他进行一场访问，让他转移注意力，然后就一直到底是谁要看病，就一直他回来我就赶快把裤子脱下来。Check it out。没有，因为这个还蛮贵的，这个要大概快200,000。什么材料？对对对，因为它是防火的材质嘛。对。OK， 那这个一般要去五金行买吗？这个五金行应该买不到，就是要去特殊的消防公司买。对。这个是我们所谓的空气呼吸器。你们需不需要别人帮忙背？自己可以背吗？自己就可以。你会不会受伤？哦，不会不会。但旁边人会被甩掉，很痛。哦，我们通常有那个，对不起，就是这样子，然后有扣带，对。这个装上去已经一分钟了嘛？这个你可以买回去，然后你可以裸体背这个跟战英雄。干嘛这样便宜他？叫他背吧。然后这个我们就会接上这个面罩，这就是我们呼吸的。哦，万一在火场里面，所以你在火场的时候呼吸的是从那个桶子里供应出来的，对对对，这里面是装空气，每个人要扛一个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每个人要扛一个，这是最基本，这样子是我们的基本配备。你怎么判断你进一个火场的时候需不需要这个东西？一定要带，我们一出去就是要带这样子。里面那个也是要带。这个等我穿完，房子已经烧光了吧？这个不能直接套，对不对？嗯，对，这个它有一个。所以你们整个着装过程可以多久？我们着装就是出勤的时候一定要就是60秒。这些是可能，这些是穿好了才要上消防车去啊？没有，我们有时候会因为就是裤子赶快穿好，东西就先丢车上，然后下车的时候再赶快穿这样子。对，那这个因为它必须背在后面，所以我们不会在车上穿。啊哈，好，所以这个帽子戴上，那这个只是为了怕扎到。对对对，然后这边有2层的保护。这个好酷哦！这不错，这可以买一个给我。那你看得到吗？看得到，看得到。这怎么？可是这是反光的耶。看吗？其实看得到，它就是哦，我知道，从外面上一层漆。对对对，它是外面。那你这样受访问就好。好可爱哦！
哎，这样可以去演那个就是变身超人。对，我们都说是咸蛋超人吗？是。好，这样比较性感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以后你在队里都这样穿就好了。那请问这件是最贵的一件？嗯，算是最贵的。然后它是防火，对，它可以多防火。它可以，其实它可以就是快，就是我们有所谓的伞蓝，叫做。就是闪蓝，它就是比如说它就是突然温度很高，但是因为没有氧气，所以它就是在里面闷烧，但它温度一直都很高。那当如果有空气到的时候，就是或者温度已经到达一个很顶点，它就会突然会有一个高温过来，大概1000多度。嗯，那但是它就只有短暂，所以我们这可以防止那一短暂的那个，因为它可以瞬间让人家死亡。OK， 所以对，所以我们可以防止那短暂。所以不能拿火对着它喷就是。对对对，不能一直持续喷，我们这是保护自己的。OK。我可以借问一下，你们是薪水是算年资的吗？啊，我们就像一般警察跟公务人员一样，有官阶。对，有官阶。所以你那个三朵花是怎样？哦，我们这是水滴。真的很考验我们的辨认度。对的 okay, 水滴。对，这是我们最基本的队员，就是一线三，然后再有一线四，再来就两线一这样子嘛。哦。然后有官阶吗？就是说有，就是警左啊、警正这样子。所以你现在是警员，对，我是对队员，对消防队员，最基层，对最基层。那这边的管子是怎样？哦，这个就是我们普通看到的水袋，对啊。所以要找消防栓弄上去的那个。嗯，对对对。现在消防栓都有水吗？大部分都会有水啊，因为我们两个月要去抽查我们辖区内的一次，都要从都要开过这样子。所以你们到了一个定点以后，就要先找到消防栓。没有没有，先用车上的水，我们车上都有可以供大概5分钟的水。嗯，对对对，先用那边的水，然后但是在那个就是会有人是负责顾车的，那就是有人就是冲火场，冲火场的人他们就是用拿自己的苗子，然后其他人在顾车那个就要去找水源。哦，这是两用的。有啊，这个在电影里面就有看过，就拿这个在里面喷。这个很像莲蓬头，但是应该比较厉害的莲蓬头。就装在洗澡间会被冲死的，对，应该很痛啊。好，所以这个接上去那边。对对对，这现在都是快速接头，所以可以很快就接上。嗯哼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拿的时候应该怎么拿？就像双手吧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拿。然后可是我们的手会夹住。因为它这边会充满水，所以比较好夹，都会这样夹住，然后蹲低，因为它很重。对对对，架势还不错。这个可以调整它的距离吗？它可以变成柱状，可以变雾状。我们就是莲蓬头吗？对，还蛮像两段式莲蓬头。然后你们在喷这个水的时候，自己都会全身都会湿吗？嗯。就是其实老学长都会教导我们说，尽量不要让自己身体湿，因为如果这样子遇到高温的话，你自己会比较容易烫。哦，对对，其实就让自己干燥比较好。但是其实如果你遇到比较高热的话，我们通常学长又会做一件事，就会把这些水珠把它塞到你的消防衣里面，让你自己先冲凉。太热的话，对对对 ，OK。然后出一次任务大概多久可以收工？这不一定耶，有那种3分钟的收工的、啊，真的吗？就是有可能谎报，或者是炊事不慎。其实炊事不慎很多哎，大概每天我们分队，光我们分队就可能会接到2-3件。什么东西？就是煮菜烧焦啦。你刚刚用的是什么？炊事，就是炊事火炊，就是煮饭那个炊事，对。就是家庭主妇烧饭，干嘛指我？因为其实那很长，因为我觉得很多人都会炖东西嘛，然后可能炖一炖就忘了，对啊。Okay, 那那种就要冲进去，然后用水对着那个瓦斯炉喷吗？还是不用就学长都会走进去直接把那个瓦斯炉关掉，然后把窗户打开就好了。其实因为它没有烧起来，它只是煮菜烧焦，就是有那个烧焦味，别人就会报案。对，就是有烧焦味，别人就会报案嘛。所以，可是它其实没有烧起来，没有火。对，所以你就是把瓦斯炉关掉，然后开窗户，这样不会很湿吗？然后你们就开着那个大很大的车到了那边，而且还会很多人。穿了这些东西进去的话，就这样，没错，就结束。可是小心一点总是比较好。对，我们还是都是会全副武装进去。你们关掉瓦斯以后，可以骂那个家庭主妇吗？不行，会被告。对啊，不能骂，对不行。对，我是公务员。所以关上，然后就看他，就说下次要小心哦。对，用狠狠的眼神说你下次小心一点。对，拜托啦，好的。关上，你煮这什么东西、啊？不可以秘密你的手艺。也
不赖。所以遇到真的那种什么要云梯车那种怎么办？就是你是说如果有人在上面受困的话，就是还是会出动云梯车。那你们需要练习，就万一很怕高的人什么怎么办？哦，我们都会有一种那个学长都会所谓叫洗礼仪式，因为那云梯车上面有梯子。就是我们会说，我们都会要求，希望民众能够就从那个梯子走下来嘛，因为像你这样子的体型啊，可以上那个云梯吗？其实我工作了三年，胖30公斤。对啊，我就是因为看到这个，我就觉得说，因为这个你混日子混得太过分了，太明显了。对，因为其实就是作息不正常，因为我们就是晚上可能还要出勤，然后回来大家就是说宵夜这样子好 OK， 对啊，然后学长又很照顾你，对。然后没出勤也跟着吃宵夜，三年胖了30公斤，对，太恐怖了。所以你加入消防队的时候是一个很瘦的女生。对，我那时候最瘦的时候是45。你45进去的时候，他们应该为什么愿意录取你啊？没有，我们那时候就是标准体重差不多啊，我们有规定体重，对。45，这很瘦哎。嗯，还好啊。我们那时候最低体重是35公斤，然后最胖是60。谁会35公斤？最胖60。对，所以我现在已经考不进去了。还好我已经考上了。哦，已经进去了就 OK， 无所谓。进去就可以超过这个水准。对，没错。我们今天有邀请了一位来宾来陪我们的那个婉君小姐。对，让她施展一下。稍微过两手哈，来，我们请魔王进场哦，欢迎魔王。哇塞，好可怕，好重啊！台湾女拳王跟咱们的魔王即将来场肉搏战，到底谁是被 KO 的一方呢？ Check it out！ 你有没有跟人家练过拳击？没有啊，所以婉君会教你怎么样比较正确，不要受伤哈。所以陪你练习的男生通常要做什么事情？我通常都是跟男生对打。OK。对打、啊，对。那像他这样，他就是练习用的，对不对？他这是教练在拿的 middle， 他应该怎么摆？就是这样，对，这样就好了，摆定就好吗？他没有太靠近了，大概就是以肩膀那么宽这样。OK， 然后教练跟你练的时候，他嘴巴里面会一直喊一些，他会告诉你要打什么拳。哦，他譬如说教练这样拿 middle 啊，他叫你打 one two， 你就要打 one two。one two 是什么？就是一二左拳。这样，所以他喊 one， 你就要打到 one 吗？对啊。好，来 one two on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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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脸。脸。好好，对不起。所以教练在挡的时候，他会觉得很累吗？就是你这样出拳，一直受力。会啊，他会觉得。就是因为我们的力量，他的手要去承受我们的力量。刚刚那个 OK 吗？好像没出力吧。因为你没有压，我出拳的时候你要碰我的拳套，这样才有力道。除了 one two 之外，他还会指示什么事情？就是什么左勾右勾这些会吗？对，会啊。所以你会吗？可是他是要这样拿，不是这样拿，他要这样拿。要这样拿，是不是？对。OK， 所以勾拳的时候要这样拿。对，要这样打。哦，这个有比较厉害了哦，可是你都觉得还好对不对？嗯，哦，所以他这样练要练多久？你说教练陪你啊？两回或三回这样？一回是多久？2分钟。OK， 因为我们是3回合的比赛。那你在练的时候，你要一直脚上要跳来跳去吗？对啊，脚步啊。哪一种脚步？就是这样脚步啊。一定要就真的是拳击，一直这样，一直这样，一直跳，一直跳。2分钟下来很累，对不对？很累。OK， 你没有练过拳击？没有。不想？没有，完全不想。你就只想要练肌肉而已。就想练肌肉。不想打人。不想打人。OK， 为什么？想练得好看就好了。好吗？谢谢你哦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婉君啊，你请坐哈。婉君，你们。如果比赛赢的话，有奖金吗？有啊。是，然后除了比赛奖金之外，另外有薪水吗？薪水，我们没有薪水，我们就是纯粹是奖金这样。拳击选手为什么没有固定的薪水？那是职业的才会有吧？我们这种是业余的。你现在还是业余的？对。OK， 所以晋升为职业需要什么条件？我没有尝试过那个，我不太晓得。可是我都是打业余的。李医生。你们做那个
泌尿科的时候，最常处理的就是那方面的疾病吗？不是哎，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疾病哎。啊。蛮常见的，像是结石啊，泌尿道整个结石，对。Okay。然后，女生的话比较多是发炎嘛。啊。只是大部分女生会跑去看妇产科。嗯。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面对男生病人的时候的情景？我已经忘记了，那应该是在实习医师的时候，是每一个女的医师都会碰到的问题，就是放导尿管嘛。嗯，对。可是其实那个对我们来说只是一项工作，你只是想要把它做完，所以其实你不会有太多的想法。对。可是应该病人会想很多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碰到现在为止，我觉得还好哎，没有大家想象说这么的，觉得说男病人看到女医师会觉得怎么特别的，他们不会尴尬。会倒是会有，但是没有你们想象中的多。尴尬怎么表现？就是他就从头到尾都面红耳赤吗？他就开始扭扭捏捏啊，不愿意脱裤子。哎，对，会有一点点。OK。如果你看到女医师，你会怎么样？对啊，你现在要去找李医师，嗯，帮你诊断。对对对。如果说你一定会开始觉得很扭捏嘛。我可能会对他进行一场访问，让他转移注意力，然后就一直这样。到底是谁要看病？就一直这样。回来我就赶快把裤子脱下来。化解那个尴尬。对。Check it out。那今天最学最多钱的是张明杰了。应该是。改装一辆车就可以赚。如果说一台车平均来说大约是6万块上下，多久可以改装好一台？一个半月。那其实也对，所以我们有分很多的烤漆钣金厂，可能一个月的产量大约是2到4台。为什么只赚6万块啊？对，因为其实它的改装费用并不像大家想象的赚这么多，一部就是30几万。对，像我们的套件都是直接从国外进口的，所以利润没有那么高。大部分是娱乐，现在是娱乐业的人跟你订车吗？一般人比较多。一般人比较多。对，因为如果说是明星啦，或者是其他比较特殊行业的人，他会怕狗仔队跟拍。哦、，OK。对。那一般人开了改装车之后，他不在乎车里的空间，使用空间变小，他宁愿就是那个车很好玩。其实里面空间会变大。会变大。对。就你会拿掉很多东西。对。最奇怪你没有装过什么？最奇怪的是比如说我们在中间曾经做过海滩的造景。那还铺沙吗？ 对，今天也有带过来。就真的在车子里弄一个海滩。对，它里面的幸运物是美人鱼 Q 币。然后我们有在中间做一个这样子海洋的造景。因为现在人在塞车的途中可能会觉得很烦躁。那如果说有这样子的一个造景，就是自己喜欢的感觉或者是造型在里面的话，可能开车起来会比较舒服。好妙哦。所以你今天带来的有海滩，然后后面的是后面吧，比如说像这一台是草莓的造型。刚刚看。对，这是草莓。那每一台都有名字，像刚刚那一台是亚德利亚海。OK。这一台是美浓物语。好。这个好可爱哦。那像这一台的话，我们主要是外观上有不同的车型。这个大概是以前1950到1960的仿古车。那这种大概是1970几年的仿古车。好像 Launch Park 里面就可以来开 party。所以现在要买这种车的人是。要在网络上可以搜寻，你可以找找看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反正有人跟你们订的话，只要他说得出想法就可以。都可以。那万一你做出来之后，他说我不喜欢你做这个样子，目前都没有，因为我们在跟客人的沟通上，可能需要很仔细的去做一些安排。通常一个客人在沟通上的时间，可能要花到1到5个小时。因为要照他的想法去做。对。好，今天这一期呢是为了这个家庭主妇孝萱，希望你在考虑你的人生方向的时候可以多一点想象力吧。对啊，很棒啊，将来要经营一些副业的时候可以参考。好，然后煮菜的时候小心点，不要麻烦消防队去关瓦斯。好，我就尽量煮好吃一点的。好，希望大家工作顺利咯，谢谢你们。谢谢。谢谢。